公车的时候得好好坐在位子上才行。公车每次停下来都陆陆续续有乘客上车，没多久就已经客满了。这时候后面的乘客把位子礼让给老人家坐，看到这情景后扫了他一眼。或许只是单纯的模仿，不过也算是日行一善哦，实在太棒了。